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是我大宝的生日，打算要来整他一下。礼物方面我已经准备了，根据线上的情报，那个礼物今天会到达。喜欢吃蛋糕的他，今天就特地不要买蛋糕给他，然后再看看他有什么表情。蛋糕会在他明天去上学的时候，我才会去买，也顺便买他喜欢吃的披萨。今天的收获，洛神花。洛神花是现代版的 Ribena。生花已经洗干净了，我现在来放一点这个斑斓叶。你们可以看水开始滚了，我就把这个斑斓叶放下去，给它爆香一下。现在已经有这个斑斓的香味了，是时候把这个洛神花倒下去，等它滚后再以小火给它滚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你们可以看已经开始变颜色了。当当，因为洛神花本身带酸，所以甜度方面你们可以用这个枫糖或者是冰糖来代替，然后那个甜度是由个人而定。Later. Later. 礼物已经收到了，现在开始消毒。等一下就由他自己来开箱，看看是什么礼物。今天妈咪煮你最爱吃的菜嘞，好吃吗？你先去拿这个黑色的箱来，
啊，放中间。啊，打开。这就是你的生日礼物。这个你要自己组装啊。高兴吗？这个礼物。可是，今天晚上没有蛋糕了嘛？啊？可以啊。你喜欢吃蛋糕的嘞？那你今年生日没有蛋糕吗？不行。对，因为你有一样一样东西。嗨，你。一个选一样不了，所以就买了这个给你们。OK。我现在来到 Baker Cottage 来选我大宝的生日蛋糕。昨天整他说生日没有蛋糕吃，可以看得出他有一脸失望的样子。因为大宝现在去上学了，所以先来买蛋糕，等一下给他一个惊喜。大宝最爱的晚餐来了。终于吃到你的披萨了。吃几多片？可以吃就吃。喜欢不喜欢？有没有惊喜？该是都看到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来，首先，嗯，make a wish，yeah。